在16号的时候呢，北京雍和宫发布了公告，说为了有效的防控疫情，确保游客的健康安全，那么经过本场所的研究决定，自1月17号的0点开始呢，雍和宫将暂停对外开放，恢复时间另行通知。已预定1月17号及之后门票的游客，请登录微信公众号进行自行退票。